蔡福为岳飞老菩萨大菩萨现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老菩萨的视线，从他的一生，我更深信因果，大家相信吗？相信。如是因如是果，一点都假不得，一点都投机不得。那我们的业力现前不要紧张，重要还是那些没有现前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现前的反而不是很重要的，那个没有现前的是大部分，现前的是大海上面的一个波，波上面一个水泡而已。我们不要对这些小小细节小事太计较，因为你一计较这个里面的所有功德都被这一分瑕疵给掩盖了从老菩萨的视线我们真的更相信因果，绝对功不唐捐，好好的用心，然后为众生为三宝多做一点事，那为众生做就结众生缘，为三宝做是结解脱圆满缘，都值得做那所以老菩萨其实我想他应该也不会特别谈佛法，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说法给我们听，比如说业力现前习气现前，那就告诉我们这些你是跑不掉的你有那些业力有那些习气，随时一不小心或者因缘具足它就显现出来这时候由不得你，但是由不得我们，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不要计较它，不要执着它，就看着它，看着它，好好看着它，你就看着它生了住了灭了，也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生住意念，事实上它做不了主，也就是说没有自信一切法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的假象所以不要太着相，不要太着相，我们就是因为着相，所以修半天还是一样原地打转，被任何相都就给转了，完全主宰不了所以我们从他最后这一段时间的时间，我还真羡慕，我还真不敢有把握说可以走得跟他一样的圆满自在所以人其实就是他整个业力的呈现，那业力就是行动力，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那这样一路走下去，当然我们的恶业自然就越来越少，善业清净业自然就越来越多那我相信佛说一切经都在讲因缘法，我们一定要深信因缘果报，那因缘果报呢其实由你当下的起心动念，当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决定那个业，都在显现那个业，都在招感那个业力业报，所以我想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因缘法，那老菩萨是真自在真圆满，我们能够跟他结缘，不管是眷属缘还是法缘，其实都跟一个大功德者结上了很殊胜的缘，所以我们在这边当然欢喜他能够这么漂亮的走过一趟，我们也要学习他要这样子坚持的走我们该走的路。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나도 모르겠다.